第二十五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引领审美，铸造灵魂。射击比赛连番失利，以致分次受阻。一场命运嘅决赛，你会唔会选择同魔鬼交易，换取百发百中嘅魔弹呢？音乐节闭幕巨献《魔弹射手》，被誉为浪漫派德语歌剧嘅典范。加上澳门乐团及立陶宛国家歌剧院合唱团伴奏伴唱，阵容庞大，激荡人心。11月2号、4号、5号，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隆重上演，门票现正于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，订票热线28695。